出击。让我来拉个二胡。早上，早上。戳一刀，两刀。平 A 接中锋。中锋，我 A 你一刀。那小法师让我打得直哆嗦，看着没？我给你个嘴巴子，中锋。去对面也去查个眼儿的。虽然我去查眼了，但是我们不是要反野啊，我们有点弱。两刀，一上来中锋划了一刀，平 A 走，我扛一下塔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中锋，我把师补了11个刀，中锋 A 接 W 戳，去下路赶他一波吧。哎，这泰坦没死。中锋 W 点炎一过来 A 戳搜，再戳吃药，中锋平 A， 平 A W 闪现 A 戳双杀，戳回中路。那小法师搁那守我，没在守我。通往幻灭的路早已走过一次。没在守我，人怎么没了呢？你们说这永恩到底要不要出一个绿叉呢？出一个吧，出一个绿叉飘逸啊，不出白不出，出回家出绿叉的。特别喜欢出绿叉，这绿叉真是很好用啊。有盾弓，盾弓无尽，盾弓无尽少暴击呀、啊，下版本行，下版本可以，这个版本不能两件装备100%暴击。在一处海边的旋律，有一种奇怪的问题，他用四十现在说到了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有点无敌了。戳一下回来，戳平 A，A 接中锋平 A W 给大招 ，A 戳再 A， 泰坦挺有意思啊，跑过来赶上我来了。
回去收 F 六。这泰坦怎么回事？玩呢？中风 ，W 点岩戳，平 A， 再 A 戳走。这泰坦要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真的，这人不去辅助，就他跑中路，一直在这待着。哎，你跟我打蜘蛛，戳 A 收，平 A 接中锋，再 A 再 A，A 戳平 A 打反溜，戳 A 双杀176块，我出去了。泰坦有点问题，手不好使了。回家。哎呀，不行，差400块钱，上路杀个鱿鱼。一刀一上来平 A 戳给大 A 接 W 中锋平 A， 我来戳一刀，再戳 A W A 中锋平 A， 我操，这玩意儿这么猛，你没有大吗？哎呦，这玩意儿有点猛啊，草率了，草率了，草率了，有点猛。都是同样的奇怪，同样的痛苦，无休无眠，时间所剩无几。小心点，小法师啊！你不会真的要追这个龙女吧？戳 W 点岩戳平 A 中锋 A 收，一会儿再来杀一波的鱿鱼。吃他几层塔皮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。没有人我可猜没了啊，我中风，我不仅划了你，我还走出去，靠我点岩。打个眼，
有鸡没？吃鸡。中风。大爷的，把我大鸡人给我吃了，你等着啊。中风给大 A W 戳平 A 平 A A 接戳闪现走回来，这波没等 E， 等 E 我都不用交这闪，先把中路给它拆掉，我们再去打个红的。这边打野是什么东西呢？蜘蛛。我到了，亮牌是吧？你不交 E， 我不交 Q， 我看你交不交。一过来戳平 A， 平 A 接冻风 A，A 接 W 戳收，你已经死了。你在干嘛？冻风 W 戳，再戳，点燃冻风平 A， 平 A 戳，再戳 A，A 接冻风 ，A 接 W，A 接戳 ，A 接 E，A 接戳平 A， 平 A 冻风 A，A 滑了收。给我拿下！你在干什么？这也没法去呀，兄弟！这蜘蛛搁这打字呢。回家。Five minute。嗯。不跌了，中风一上来戳平嘞，平嘞没死，哎，他脑袋上不有黑色的了吗？哇，这没死，我这剑白掏了。你俩杀我，你做梦去吧，兄弟。我让你打个30分钟怎么样？一上来中风 ，A W A 接戳 ，A 接收，这蜘蛛在干什么啊？你又在干什么？一上来中风给大招 ，A 接戳 W 平 A 收。我有盾的兄弟，给我中风平 A 走位戳 W 平 A 戳 A， 我要死，这玩意儿太猛了。这玩意儿太猛了，这不像个人呢，这东西AP 狗头人
关键还是有防御塔，没有防御塔的话还行。繁星的提醒好使，我来无尽呢。我必须找找这鱿鱼，今天我看看这鱿鱼搁哪呢，给我杀鱿鱼。一上来戳 AW 接重R，戳 A 中风，我有盾，中风平 A 平 AW 戳 AAE 过来 A 戳收，再戳中锋 AW A 接戳接平 A， 老蜘蛛撅个大腚，这回可以了。来吧，大剑！我也忘记了这面具。恶魔形态各异。啊，明白了，这只鸡只有在我们戳这个位置的时候才可以戳到它，我们无论是戳这儿还是戳这儿，这都戳不着，只能戳这儿。给我找到那个鱿鱼，我暴击一出了，戳走位，走位戳一过来平 AW 中锋 A 接大招 A 接戳接平 A 平 A 戳收，你掉得了我血，小伙子，你仿佛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我暴击一出了，那永恩暴击必须一出啊，你给我算一算这永恩暴击怎么样才可以不一出。这英雄没办法不一出，所有装备全是加20%暴击，我们是100%的暴击，不是100%的暴击，我们提升100%的暴击概率。两个披风，那披风不合装备了。一出的加攻击力了。一出的加攻击力了，那你刷什么暴击一出了？那你说什么暴击一出了？你每件装备都20%暴击，你没。